运动员卸下球衣带给球迷的感动仍烙印人心。我从职棒元年就看到现在，这个就是我从职棒元年收集的球员卡，这是整套系列的。第一嘛，做总中高年的时候，代打千里打，逆转胜因为拜外界。度过生涯巅峰期，准备开始下阶段的旅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觉得也是蛮错愕的，也有那种无力感。当我一到天母球场，我坐在休息室的时候，我真的就会回想到以前的那些片段。林坤汉和黄忠义选择坦然面对，并积极学习，充实自我。节目中，我们就要告诉你，运动员如何在褪下光环后，展开全新的人生下半场。即锁定每周日晚间10点，人到中年。